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出来。你是顶挑选的老板吗？我不是，而且我们根本都没有卖任何的黑心东西，这全部都是误导。所以你的现在是一证人身份来吗？安全的，但不是，我没有卖，而且这也不是我的，这个是祥安盛的东西，就是餐饮界的朋友就这样。我等一下就出来，而且我跟他讲清楚，哦，马上出来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全部都没有，马上出来，从哪里？等一下就出来，好，好不好？商品过期吗？什么东西？你知道产品有过期吗？我不知道什么过期，完全没有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。好，等一下我会跟检察官说明，而且这个事情就是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不要去听这些误导的东西，我等一下会说明，好不好？OK。谢谢，我等一下会出来啊，等我啊，不要走啊。